啊。嗱，好啦，嗱，阿 Sharon 嗱，呢度咧，如果要證明 tangent theta 咧係呢條 equation 5x 四次減 10x 嘅二次加一等於零，咁基本上因為上面 a 我都未用到嘅話，咁我今次就用 a 啦，拆開佢，各自拆開咗佢就。拆開咗之後咧，跟住調過去，調咗過去之後咧，哦，變咗呢個樣啦。咁即係等同於將 tangent theta 代咗落去呢條式嗰度啦。咁樣睇嘅話，即係將 tangent theta 代5x 4次 10x 2次。代咗喺條式嗰度，而且令到佢成立到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哋可以調轉去諗個問題咧，就係話 tangent theta 其實就係呢條式嘅 roots 啦。所以我哋可以 conclusion 啦 ，tangent theta 呢條式嘅 roots。好啦，嗱，跟住嗰步仲最重要噶啦，到 C 啊，到 C 嗰度打咗個 label 嘅 C。哎呀 ，Sharon， 我正話揾到個 theta 揾到邊幾隻角？我哋 theta 揾到邊幾隻角？十八啦，五十四啦，一百二十六，一百。重嚟啦！你抽嘅時候，你乘翻入去要變翻原本嗰嚿嘢噶嘛？係啊，乘佢。咁你所以你當一個暗窿咁樣睇咗裏面嗰嚿。好嗱，阿 Sharon 啊，呢個係幾多次方嘅 equation 啊 ？degree 幾多？四。所以它最多有幾多個 roots？ 四個 roots 嘅。但我哋知道 tangent 十八、tangent 五十四、tangent 一百二十、tangent 一百六十二，已經有四個 roots 咯喎。咁所以 exactly 就係呢四個 roots 啦。嗱，姨媽你嗱呢句唔使抄俾人睇㗎啦，我你中意都抄埋佢得，即係 present 就 P 埋俾人睇，因為 theta 十八、五十四、一百二十六、一百六十二。而 tangent， 所以 tangent 十八、tangent 五啊四、tangent 一百二十、tangent 一百六十二，就係嗰四個 roots 嚟嘅。All roots 嗱，我特別講個 all 啊 ，all roots， all 嗰個 equation。好啦，喺另一個角度去睇，呢度有辦法可以揾到嗰四個 roots 啊？呢條式有冇辦法揾到嗰四個 roots 啊？條擴渣式 equation 嚟講咪先，有冇辦法？有啊嘛，用擴渣式方嚟揾佢。好啦，雖然比較即難聽啲啊，擴渣。好啦，正負嗰、那個負 b 加減開方 b square 減四 ac over 二 a， 然之後。有兩個，跟住再開方多一次，正負總共有四個。好啦，我分開曬成四個嚟講嘅啫。好啦，阿張文，你幫我揾到邊個係靚仔啦？眾女尋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邊個係你嘅靚仔咧？係啦，邊個係 tangent 十八？佢其中有一個係 tangent 十八㗎，一定。正到嗰、那個，即係呢兩個字就一個啦，係咪？係咪？咁跟住咁邊個係十八？冇理由兩個都係十八個，係咪先？十八歲博博趣係咪先？好啦，嗱，因為 tangent 呢個咧就一個係 tangent 十八，一個 tangent 五啊四，呢兩個都正嘅，係咪？所以呢兩個都係正嘅。咁呢個咧就細啲嘅，呢個大啲嘅，呢個大過一，呢個細過一嘅。講多次。減嗰個就係 tangent 十八，咁樣判斷啊，咁成條問題就攞個即係出到啦。我冇記錯咧 ，DSE 嗰度好似有兩條係直接問呢種 concept 嘅，但係呢個過程都要證明呢一步噶啦，即係比較抽象啲咧，就證明係呢一步，即係證明嗰個 roots 嗰嚿嘢係個 roots 嗰步。咁一陣你都要證㗎呢啲嘢，咁你自己證嘅時候咧，自己去諗下點樣做啊，有需要就揾我幫手，冇需要自己做到，最好做到啦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咁我去到呢度停咗㗎啦。